下，我今天来到这个三峡哈，三峡这个立峰煤矿，煤矿的这个旧址啊。然后因为我很久没来，所以我不太确定这个的位置。我刚才花一点时间，然后因为现在今天呢，太晚来这边啦、啊，改天可能会再来拍一次吧，重拍一次。那今天只是稍微哈，稍微看一下，算是初探哦，初探。哇，我待会应该说了，下次如果来，应该可以从那边下来。哦，不用这样绕。然后这边是以前煤矿矿坑的一个旧址哈，旧的一个办公室。下次有空再进去看看好了，今天时间太晚了。以前呢，我来这边的时候啊，能够哈地上可以观察的这些算是煤块很少，然后以前没有这样的一个空地。应该是没有啦，没有那么大，所以这个很多年来没有来哦，这个环境变化很多。然后不过这样不错啊，这个有兴趣的人可以来这边看看。为什么？因为这边很多煤块。那为什么要看煤块呢？煤块里面有一些哈植物的化石啦，所以你要找那种植物的碳化石哈，可以来这边寻找。像这个，然后这边有时候它会有一些像草啊，哦，草的那个化石，它也是黑黑的。这个也是，哦，这个植物啊，它的叶片啊，哦，碳化了。哦，这个也是植物的碳化石，植物的这个叶片啊，根茎啊，或者非常脆弱，你要取它就一定要上瞬间胶，上完你等它干你才能取。哇，这不知道什么，难不成这是叶子吗？只是说这一块非常脆弱，这好像叶子啊，糟糕，裂掉了。哦，叶子化石。我现在给它上点胶好了。这也是没办法，因为你不上胶它整个就坏掉了，所以上与不上啊都是个难题啊。哇，这个都碎掉了，这个泥岩啊。好了，我先专心把它粘好再说。这个哦很惨啊，很容易就裂掉了，分崩离析，四分五裂，这个真的是哦很难粘。那来这边做采集的话，就是要带瞬间胶哦，不然很麻烦。好了哦，现在时间不早了，然后泥面呢，今天也没有空进去看了，暗暗的，蛮恐怖的。然后因为现在也快六点了，所以呢，我准备先离开这边，因为这边今天很晚来这里啊，然后随便看看。简单看一下，那改天有空呢，哦，我再来这边啊，做一个拍摄，这样至少改天来可能，找个时间嘛，天色亮一点再来，不然这边暗冰崩这样。好，那今天呢就拍到这边，那祝福大家诸事顺利，身体健康，哦，拜拜。